实他也高中三年都乖乖的，但是追他的男生倒不少。学校有没有什么很想见到的老师吗？有一位老师，有一位老师很重要的老师，对你来说很重要的老师，蛮重要的。他我觉得蛮照顾我的，虽然平常不常遇到，但是他每次只要一见到我，就是可能会关心我。我们今天可以去看，应该可以去找一下那个。他看到你这样子的回来，他应该会开心吧？很开心吧？现在我们到我们的老师的办公室，好紧张，怎么感觉开始他荡下来了？因为很久没见了，七年，对，七年没见老师，不会，你真的是光荣归等会老师看我都丢不出去，他是我的贵人，他应该会看我，应该很开心的，他会留面子。好，我们进去吧。报告，老师，你还记得我？老师好。哇，老师太漂亮了！老师是在回想，你不看的，当然知道喽。来，我们要表演一次，表演一次，害我很紧张。那我要你的声明，演过，早安。你干嘛？你害羞？快点拥抱一下，来抱一下，来久违拥抱，七年之别。你要问什么呢？老师就先讲一个那个秘密给我们听听。你忘了高中三年的秘密吗？先放出一个大秘密。什么啦，老师？哎，可是你叫我说，我真的还说不出来。哎，所以我跟你讲，高中三年，他真的是一个认真，然后又内向，没有内向。他说他内向，内向这两个字请后置，不在他身上。但是我没什么朋友啊。有啊，所以是没什么朋友，就几个那男朋友。其实他也高中三年都乖乖的，但是追他的男生倒不少，所以他算是很受欢迎的。来，我们一起十字手手比出来，来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你乱讲，还有什么脚趾头算算算算，哎，不可能，你少一张，少一张，少一张，那个抽屉塞满情书，其实。是很多人追，但是他心思不在上面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你是有刚有偷塞钱给老师啊？因为我们那时候其实有禁爱令，那时候其实到现在都还是有啦，对，就是禁止不要一个学生谈恋爱。我真的不知道，因为我们班上很多班队。对啊，真的有禁爱令啊，就是我们名义上尽量不要，老师还是睁一只眼，但是我们是有恋爱没办法，对不对？欣赏，一起长大跟进步。欣赏。师妹在高中的时候有什么想要跟他一起进步的？因为老师刚说就是大家一起进步。那时候的选择真的是太多了啊！对他的选，我们刚他的选择真的太多了。我觉得有可能也是因为这样，所以他在各方面的成长都还不错。太多跟他一起进步的对象。什么啊？我怎么被讲得很不好？但我得强调，他不是恋爱脑，对，他是个聪明的孩子，然后他知道自己要什么，要做，他知道该做什么。我觉得那时候老师可能会很希望我就是完全专注在舞蹈上面。如果真的在一起的话，我们会直接在明德堂被主任讲出来。真的？主任是谁？不是跟别人在一起吗？要登上舞台，然后老师，对，压力好大，要谈恋爱，公开恋情，对，没错，要在学校公开恋情，提早体验一下那恋情曝光。连这个都学到了，那老师，你七年后再看到他有什么？觉得他有变的地方吗？现在比较常在荧幕上看到他。我跟你说，我坐捷运的时候看到他的广告，他有没有那种整个就是光荣的学生啊？有啊，就蛮漂亮的。而且我现在身边的小那弟弟妹妹都说是妹子，就会很骄傲说我的学生。有，真的假的？有啦。他们还刚才跟我说，一定要提到说你高中三年印象最深刻的东西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其实呢，对他第一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是他那时候好像刚考表演科的时候，因为他的专长好像是街舞类别，对，可是他那时候什么？老师那时候用了他最不擅长的东西，他用现代舞去跳。可因为他那时候也是让长发飘逸，所以他一甩，我不管他跳什么，就是好看，上了，就是直接来进来，老子爱了。哎，你今天来到这里，我有个任务也要交代给你。什么？我跟你说，就是我们最近在排练一个东西，叫做 HBL， 造成在 HBL。高中篮球联赛，对，我们已经承接了3到4年的那个活动。哇，是那个前辈，你都学姐回来了，不上去好像不应该。对，哎，真的要是可以，没错，那我们就我们现在就去看他们。好，走吧，go go go。
还有人唱现在啊，可以可以，来我们的大学先来，对，我很兴奋，我很兴奋。Hello，Hello，学妹好，你们好，我今天当学妹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，你尊重学姐，尊重学姐好不好？像我们有一个任务，就是让学妹啊学姐带着你们。练习大概两个八拍到三个八拍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。对，我们就是，就才三个八，不用担心，我们科都很有耐心。不行就去那边倒立。好了，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。好。我们要来一次正常速度喽！来一次正常速度哦！蹦蹦蹦蹦！来啊！我下次